伯是中姑母，不认得了么？怎么，你是我哪侄儿是中母？什么事？既在未见，我娃认不出来了，快到里面讲话。下面歇息去吧。侄儿请坐。告坐。这身荣耀啊，侄儿官拜潭州太守，今日夫人路过此地，将官船停在江边，特地前来探望姑母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啊，姑母看些什么哇？既是官船到此，何不将我那侄媳妇一同请到关中住上几日再走哇？你那侄媳妇已然亡故三年了。我那侄媳妇她。他跨火西去了，真是，唉，真是红颜多白米。阿侄儿有道是，男儿无妻家无职，就该再续娶一房。只是无有称心如意之人呐、啊！这，看来算是有缘的了。什么有缘呐、啊？侄儿有所不知，本城有过少妇。名唤谭继儿，乃学士李希言之妻。不幸李学士三年前亡故，撇下谭继儿一人，少年寡居，甚是可怜。本臣由于杨衙内乃太尉杨戬之子，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。也曾托人向谭继儿求亲，谭继儿未必狂徒，搬到我的关中居住。此人聪明机智，才貌双全，侄儿若得他为妻，真是缘分不浅。你二人一个未曾续娶，一个不曾在家，岂不是有缘么？听姑母之言，这一女子她倒像天仙化人的了。可称得天仙化人。侄儿，如今她正在后面为我抄写经卷，你呀可到那厢藏多一事，待我将他请了出来，你一看么便知道了啊。果若如此，就请姑母代为作媒，侄儿若得淑女为配，终身不忘大恩也。好，少时我先用言语试探于他，他若应允，我哇怎么样啊？哦，就咳嗽一声，
你便出来与他相见，这亲事啊就算成了啊。侄儿那旁恭候佳宜，快去藏好。啊，侄儿侄儿，我日不可搜，你千万莫要出来呀。我今既就是，快快藏好。啊，薛氏夫人不要谢了，快请吃来吧。师父，方才夫人到此。乃是进相使之，此刻依然走去，此迟无人，快请吃来吧。来了，师父，夫人二字实不敢当，就叫我谭继儿吧。岂不太无礼了么？我乃苦命之人，一年来蒙师父怜悯，亲同骨辱，理应唤我的名字，才像是一家人呐。好，好过一家人，恭敬不日从命，如此我就不再称呼你夫人，也就是了。这便才是。阿继儿，师父，请坐。继儿，师父，烦劳你每日替我抄写经卷，我心中时时地不安呐。师父啊，
自从李随侍归天之后，撇下你一人，少年寡居，甚是可怜。师父啊，身心里提起，此人虽不比那李学士，倒也一表人才。况且还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哟。怎么，已是官宦人家子弟？迟来了啊，姑母
咳嗽，我也能不吃来呀？哪个叫你吃来呀？师父，此位是……此乃我的侄儿博士中，信任探州太守。小生博士中，方才姑母为媒，孟夫人云下亲事，真乃三生有幸。哎呀，坏了啊，坏了！师父，什么坏了啊？只顾得与你们讲话，我吃下的斋饭怕是烧坏了。侄儿，你再次稍坐，我取取酒来。师父，师父，烦劳你陪伴我的侄儿，我取取酒来，取取酒来哟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Thank you.
台上弟子不识主，汴梁人士现年27岁，任判周太守，只因亡妻去世3年，孟姑母为媒，我与学士夫人谭吉儿永定百年之好，日后我若复西，天知地涯灭。怎么，我那姑母还不曾提起此事么？我真正的荒唐，该死啊该死！学士夫人小生方才失言无状，夫人莫怪，夫人莫怪。曾提起，又何必连声咳嗽，还我失来呀？此不是，此不同意啊。
恕，小生感激不尽，想这婚姻大事岂能勉强，夫人既然不允，小生告辞了。且慢，路见君家至诚有礼，愿口占一句赠句，亦不负今日之风。夫人不见责于我，反而赠以佳句，小生自当领教。愿把春情寄落花，随风冉冉到天涯。君能识破风丝句，去赴当归卖酒家。愿把春情寄落花，随风冉冉到天涯。君能识破风丝句，去赴当归卖酒家。哎呀妙啊，好一首绝妙的藏头诗，藏头四字乃是愿随君去，夫人此话当真么？是真便真，是假便假。夫人如此多情，小生也愿火试一首。愿问当路浊女艳日花，不负卿心走天涯。抚却今朝花的月，清虚怜我尚无家。好过当不负卿，但愿君家心口日益，不负这八首之约。夫人不信，我再明示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许是夫人大事不好了。是在我那徒儿在棺前提水，远远望见杨衙内带领许多家丁，备有轿马，直奔小棺而来。好子子，既有追踪至此，等他到来，我与他一死相拼。哎呀，夫人呐、将那杨衙内倚仗他夫势力无恶不作，服下家丁也仗势欺人，此番定为夫人而来，日与他相见，岂不是羊日虎口，还是躲避躲避才好。在听二位之言，我已悔意罢休。夫人在此，难免要生火端。既然夫人云下此事，小生官船现在江边，就请夫人与小生一同登舟赴任，两那则子也是无计奈何我。哎呀，陛下日何？
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，姑母恩情用大好吧。自驾古日活吃死也，你二人带领侍童速速从后门而出，直奔江岸儋州去吧。正那是夫人当州莫迟言，休叫那子主官传。狂徒来到清安关，千州一过万重关，慢腾腾的打进去，打进去。衙内，想这清安关乃是清净之地，衙内带领许多家丁做什么来了？我来抬亲来了。哎呀，取笑了。谁跟你取笑？听我跟你说，我有个先定未娶之妾，名叫谭继儿，听说藏在了你的关中，所以我来抬亲来了。我只知那谭吉儿乃学士李希言之妻，我怎么不听事？是衙内先定未娶的，且小娃。少废话，赶快把他叫出来迎接我们家衙内，不然的话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想那谭吉儿有他自己的支持，废话，他又不曾持家，怎么只在我的关中啊？衙内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再问问他。拉大姑过来，我说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？我们明明瞧见的，那个谭继儿在你关中替你抄写经卷呢。你怎么说他没来呀？啊，你把他藏在哪儿了？嘿，甭跟他废话，走走走。衙内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您再问问他。对，问问他。老大姑，你把谭吉儿藏哪儿了？叫出来，大爷有赏。你要是隐藏不现，
可别怪我翻脸。我请。你当真要找那谭吉儿？啊，可惜来迟了。来迟了？怎么来迟了？他走了。走了？上哪儿了？跟他丈夫上任去了。他是个寡妇，哪儿来的丈夫啊？你听哟，说吧你。汴梁不是重，可长贤才能。新任潭州府奉诏吃地京，二人情义重，相见日重逢，良缘是天定，冠州花枝红。你呀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哈哈，好你个白世忠啊，我惦记谭吉儿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，尚未到手，怎么着你刚到这儿就把他给抢走了吗？他这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里拔牙。张千里万衙内吩咐人以驾舟追赶，把他们俩给我抓回来。是。衙内想那白世忠也是朝廷的命官，就算小人们追上了也一时不敢下手啊。您呢还是另想别的主意吧。是啊。什么朝廷的命官？哈哈哈哈哈，这官高自有官在上，我要是不给他点厉害瞧瞧，他也不知道我杨衙内是怎么样一个人物。有了，明日进京面见我父，参他一本，管教他这个潭州的太守是命丧。握手。好主意。高回府。回府。始终那小子把谭吉儿弄到我手，回来再跟你算账。你呀，借着我的。你等着。哎呀，不好！实指望用我侄儿的官职向他下奏，断绝他寻找谭吉儿之念，不想他要进京面见他父，倘若搬弄是非，我那侄儿侄媳妇岂不要受害么？哎呀，这，哎，但愿我那侄儿侄媳妇免受我人陷害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无量福。Thank you.
丞相之命取旨探州下事，看前面就是探州地界，就此马上加鞭。干什么的？怎么不容通禀就往里闯？俺有紧急公文在身，等不及了。有紧急公文也不成啊！再个说了，我家大人昨晚批了一夜的公文，今儿个又升堂理事，你总得让他歇一歇吧。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活人在此宣。哇，这个人不容通禀就往里闯。参见大人。你不是李丞相府中的校尉李龙吗？正是小人。不在京中时候，丞相来到探州作甚？这你且退下，随我来。是有诗信一封，大人请看。待我看得来。书旨是中贤妻亲册。太尉杨戬之子杨衙内在妻夫面前搬弄是非，杨戬怎么了？到先期在任，荒怠政务，勒索民财，以致怨声载道。杨衙内夜夜出京，取到探州，恐贤妻性命难保，枉自对压策。小人一路而来，众百姓纷纷言道，那杨衙内奉旨前来，要捉拿大人，就地正法。好奸贼！直奔探州而来，今晚必宿在望江亭内，明晨一早必到探州。大人，你要早做准备才是。下面歇息去吧。啊，夫人，你我就要生离死别了。
我可是忠，到此不奔冤枉。本当与夫人商议，有恐他担惊害怕，我若不对他言讲，明日甚至也到。变作刀下之鬼，真正叫我两难。下官此刻心烦意乱，恐引起夫人不快，故而退堂之后独坐在此。哎，近来八月中秋，理应欢乐，怎么又繁忙起来了？这夫人不问也罢。失信之事吗？哎呀，我看见了。不过是奉平安家事，夫人你不要挂怀。哎，
哎呀，这是哪里是气？原配夫人，你不要为难下官了。李巧英分别一事枉然。夫人既然不信，拿去看那来。好，待我看来。还是。不看的好，早知今日进退难，当初何必帮我忙？既是夫人失信之，此事恐难两周全。夫人何必起一团？休请早一段酒宣，佳音恩师几时见？不知红雷响青天。
言道：“那子官船离此不远，今晚定在望江亭停泊，明晨即到潭州。难道是你我夫妻就这样坐以待毙不成？”是一过，这就好了。夫妻就要分离，还有什么好啊？哎呀，相公啊！哎呀，不妥啊，不妥！怎么？像那贼子诡计多端，你若去到那里被他识破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，还是另想良策的才好？哎呀，事到如今，哪有许多良策？你速备小轿一乘，将我送至望江亭外下轿。再被小船一只藏在芦苇丛中，三更时分，记账为号，将我接回。我试试放心不下你呀。你但放宽心，我自会谨记行事。我去敬意，你呀，快去吩咐他们。
将船拢岸呐！将船拢岸呐！天，我是钦差大人，明天就是新任的潭州太守，你们要称呼我大人才对呀！啊，怎么还这么衙内衙内的叫个没完了？小的们叫顺了嘴儿了，一时不好改口啊！混账，好改也得改，不好改也得改，往后谁再这么衙内衙内的，每人重责四十。是衙什么？哎，大人，衙大人，还得是嘴大人呢。哎呦，嘴大人，嘴我哎，大人大人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您呐，还是坐下饮酒赏月吧。我给您满上一杯。哎，大人，刚才您还乐呢，这会儿怎么又唉声叹气了呢？是啊，今天乃是八月中秋，哎，若有几个美貌的女子陪着老爷我喝酒，那该多好啊！老爷我一个人儿，多的喝过这闷酒啊！大人，您瞧天儿都这么黑了，又是在这江边上，我去哪儿给您找这美貌的年轻女子呢？您呢，还是在这儿饮酒赏月。
哎，也只好如此啊。我说张倩，哎，大人，老爷在此饮酒赏月，你瞧江面上的渔船啊，乱七八糟的，叫他们走。大人别生气，我这就去哄去。哄走，哄走。喂，江上的渔船，听着，我们家大人在此饮酒赏月呢，你等把船都泊到下游去，走走走，去去去。嘿，说你呢，你瞧他干什么呀，快走吧。大人都哄走了，您呢还是饮酒吧。干了，好酒量。瞧瞧去呀，哎，大人，我这就去瞧瞧。卖鱼啊！大人，是个卖鱼的女子。哎呦，怎么着？是个卖鱼的女子？是个卖鱼的。哎呦，真有送上门来的鲜花啊！张倩，大人，你给她带上来呀。我这就去带。漂亮的于大姐儿，我们大人在这儿饮酒赏月呢，你跑这儿瞎嚷嚷什么来了？请问管家，上面坐的就是杨衙内杨大人吗？哎，不错，就是我们家杨。哎哎，你怎么知道是我们家大人呢？现有官船在这儿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
你的造化不小啊，我们家大人要见你，小心来见。是啊。头嘞，我瞧瞧，我们家大人叫你抬起头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监狱芙蓉貌相真正的可爱，好意思月长。起来，我们大人叫你起来。是了。哎，我怎么瞧你好面熟啊？你是？我是张二嫂。张二帅是我们当家的，大人您还常买我们的鱼呢，怎么都忘了呢？张二嫂，大人有个张二嫂，有个张二嫂啊，有个张二嫂。我说张二嫂，大人，你怎么来到潭州的地界儿了？嗨，想我们打鱼的人，四海为家。你瞧，哎，说的还挺在理儿啊。有理。哎，那你怎么三更半夜的跑这儿卖鱼来啦？大人，今儿个我们打了一尾金色鲤鱼，听说大人来到望江亭，特地送来给大人下酒的。哎呦，酒正愁没酒菜呢，他就给我送条鱼嘞，这可真是锦上添花呀！锦上添花。张倩，大人拿到后头坐好了，老爷我好下酒。是。慢着慢着，还是我给大人坐去吧。不不不，老爷船上有上等的厨师，叫他们去做就行了。不用了，还是我亲手给您做去吧。别脏了大姐您这双玉手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张倩，快去快去。哎，这就去这就去。哎，我说张二嫂，大人，你愿意陪着老爷我喝饮喝酒？赏月吗？哎呦，什么叫赏月呢？嗨，就是看着月亮喝酒。李爸，大人给张二嫂看座啊。哎，是是是。哎，慢着慢着，大人在这儿哪有我的座位？哎，不不不，自己人坐着好说话啊。那我们这儿谢谢您了。哎，坐着坐着。来来来，张二嫂您请坐。大人请啊。坐这儿。
问鱼卖多少钱呐？嗨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是送给大人的，不要钱。哦，送给老爷我的，不要钱。哎呀，你可真是多情的人啊！大人，取笑吗？李板，哎，大人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去去去，没酒了，添酒去，添酒去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哎，我说张二嫂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满上这杯呀、啊！哎呦，这可不敢当啊，还是我给大人斟酒吧。哦，你给我斟酒？是啊。那我得喝。大人，你远路而来，饱受风霜，这杯酒是给您洗尘的。哦，这杯酒是给老爷洗尘。那我更得喝了，一定要喝的。哎，写诗，写诗，大人，哎，您快写诗来吧。哎。
问些事喽。有才，哎，可真是花好月圆人长寿啊！你快写诗吧。哎，写诗。哎，张二嫂，你瞧这一句。哦。月纹斑斑照楼台。哎呦，可真好啊！好吧。太好了。我瞧也不错呀。您再往下写呀。哎呀，楼台。楼高又怕摔下来，哎呦，可真是出口成章啊！哎呀，我都瞧出好来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到第三句了，第三句了，第三句我写什么？哎呀，我写什么？这第三句，哎。今日遇见张二嫂，给我送条大鱼来。太好了。哎呀，好吧，汗都憋下来了。大人啊，您这诗写得这么好，我得敬您三大杯。嗯，对，还是喝酒好，别写诗了。你请啊。哎，再给您满上。哎，满上。干了。大人啊，您这诗写得这么好，送给我行不行啊？啊，送给你呀。行，拿去。嗯，拿去。谢谢您。嫁给一个卖鱼的了，嘿，你要是愿意，老爷我收你做三。哦，你还要买三斤鱼吗？嗨，我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呀？嘿，我收你做三房夫人。我有丈夫啊。嗨，那有什么的呀？老爷我有势力，又有的是银子钱。多给他俩钱儿，叫他帮你给我不完了吗？那能行吗？不信，我给你写个字据。哦，您还能给我写个字据吗？哎，写个字据。那可太好了。嗯，写个字据。你快写呀。嗯。哎，写好了。哎，拿去。哎，拿去。那回就好。时候了，你就别回去了，就在老爷船上住。这使不得，我都给你写字据了。哎，就在老爷船上住，别回去了，就在老爷船上住。Thank you.
是多大的乐儿。大人，您要杀那白太守吗？要杀白太守。那您凭什么呢？凭什么？是啊，凭什么呢？当然有凭据了，我呀，我就凭这个。
地下得了我。上睡着了，大人快醒醒！张二嫂，什么
张二嫂早就走了。哟，什么时候了？天儿都亮了。天儿都亮了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宝剑。什么？宝剑。我这就去拿。杨衙内动惊日火，是奔府衙而来。哦，是奔府衙而来。父儿上来。人家们，有，将太守府团团围住吧。啊！太守白世忠来见。白世忠来见。卑职在。绑了。什么？不知卑职身犯何罪？你贪恋酒色，不理民词，荒怠政务，勒索民财一致，怨声载道，圣上命本官缉获正法。诱惑为朕圣旨，卑职要恭请上谕。你跪听宣读。酒贵多是了。月儿弯弯照楼台。哟，这不对呀，哪儿去了圣旨呢？找找找找找找。白世忠，圣旨现在船舱，取之不及，现有上方宝剑，而抬头观看。好小小的钢刀、啊、不可能。哎呦，这不是宝剑呢，找找找找找找。我方狂徒竟敢假冒钦差，这来呀。升啊堂，狂徒还不下跪。我乃钦差大人，岂能跪你？还敢假冒钦差，目无王法，这老子啊手有重责死士。啊，谁敢打我？哎呦，谁敢打我？哎呦，谁敢打我？大人，大人，
是何人，从事招来？我乃当朝太尉杨戬之子，我叫杨衙内。身后何人？仆人张千里万。将他等押了下去。哎呦，你们不管我了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为何假冒钦差，污蔑王堂太守，从实招来，免动大刑？哎，这来，大刑伺候。哎，别打别打，我招我招。眼发黑，我缩成了一团。几只醉鬼堂口，金头发断，一拆三好夫妻，我为但假冒钦差，还在沿途之上胡作非为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但不知我罪犯何条啊？有意于父，告你在望江亭之上强行无礼，这里有你写给张二嫂的字据，还敢的来么？大人，调戏民女我的不对，可那张二嫂盗去了我的圣旨宝剑，您可得给我查呀。哼哼哼哼想那张二嫂乃一渔夫，要你圣旨宝剑何用？分明是你强词抗供，不动大刑，两力不招。来，有夹棍伺候。别打别打，我招我招。大人听了，跪在了大堂前，是老爷听根源，只为谈继儿，我跟你结仇冤，进京见我父，定下了巧机关。造了假圣旨，带着尚方剑要杀你白太守，我便上了船望江亭赏月，渔夫冒自先酒后动邪念，我跟他定姻缘，丢了圣旨尚方剑，我是一切全玩完，叫他划过。华哥，公招是实。有请夫人吃汤。有请夫人吃汤。招供跪在堂口，夫人请看。哎，你不是张二嫂吗？不可信口雌黄。杨衙内呀，告辞此。Thank you.
哎呦，我上了他们的当喽！待我打奔进京，求你老恩师奏明圣上唏嘘冤枉。言得有理，正是。从来松本乃岁寒，花
漫天愁云尽消散，夫人神志在